今天你要负责照顾弟弟。好，南瓜乖乖睡，爸爸爸爸爸。他觉得你好烦。恩恩老师上课了哦。今天呢，恩恩要来挑战照顾安安一天。耶、yeah, ，安安照顾安安的一天。是吗？是安安照顾。对，我们就是安安来玩人。第一步骤，先叫安安起床。走。我起床。嗨。我起床。这个。你看他这个。我们一起睡觉。好你根本就是在欺负弟弟。他还想睡觉。你要问他要不要喝奶奶、啊、要不要喝奶奶？要问妈妈。你看弟弟的脸好委屈啊。弟弟已经被逼到角落去了。人家都在哭了，你确定你是在疼他吗？不要你看他。今天哥哥照顾你一天可以吗？不要。恩恩，今天你要负责照顾弟弟。好。但是如果你让弟弟像刚刚这样哭哭不开心，你就要调整你照顾他的方式。怎么啦？偷袭！你要躺弟弟旁边啊，你看弟弟笑了，弟弟喜欢啊。不要！安安，你原谅哥哥了吗？你跟哥哥玩翻跟斗的游戏好吧？哥哥去哪玩去过了？不要，他要起来了。你看，啊，我知道。要抱抱，好可爱呀！现在面临第一个挑战，就是弟弟睡了一个晚上，他的补补满了，你要去帮他拿补补过来。哥哥帮你换布布可以吗？不要，哥哥在干什么？你问哥哥啊。弟弟会拿布布吗？动起来，哥哥对，自己拉好，你帮他拉，自己来，好，穿好了。哥哥完成第一个挑战，换布布了。马上开心的去找哥哥。我是医生呀。他是医生。你要躺下当病人。好。大家晚安。我是医生。医生，我们家大儿子肉有点偏多，请问要怎么办？你帮哥哥听心跳。来，心跳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心跳在这边呢。好，来这，哎，这边，你有没有听到哥哥的心跳扑通扑通？有没有听到吗？咚咚咚咚。跑掉了。好，哥哥，啊！哥哥，你去泡奶奶。安安要过来指导哥哥泡奶奶了。是他要吃吃汤匙了。我不要吃。泡掉汤匙，两汤匙，三汤匙。四方匙，好，一半热一半温。好，弟弟在喝奶了。弟弟在躲，拔掉。弟弟一直在用一种很好笑的脸看哥哥。吃饭饭了，吃饭饭，吃饭饭，吃饭饭。好，好恐怖的哥哥。可爱，你看着可爱的弟弟这样慢慢长大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很棒，有成就感嘛？就觉得很像在养一只小鸡。对啊，小动物，他很开心耶！他原本就是在那边跟哥哥玩。那我去运动好不好？来，喵喵车，好可爱，他真的很爱你耶！哎，你不是要喵喵车吗？我怎么飞的？直接飞去客厅，很棒哦！哥哥也在运动了。哥哥也是满满的，好，
三个任务就是安安亲你一下，我就过关了。安安亲我。道具。安安，哥哥现在在完成任务，只要他完成任务呢，他就可以带你去游乐园。好啦，我们等一下就去游乐园玩吧。好可爱啊！你打到我的陀螺啦！对不起哦。我们到游乐园了，带弟弟去开车车。我要来玩的这个是地道电车，等一下你带着弟弟开哦，好不好？好棒哦，哥哥直接抱着弟弟耶！快到了，快到了，你看车车回来了，走，我们去坐车车。吃棉花糖吧，好吃吗？安安，是布丁口味的、欸，真的是布丁口味的，布丁口味的，真的好开心。为什么糖会有布丁口味的？啊，糖粉是有味道啊，布丁口味的布丁。安安超开心的、欸。好可爱！安安，你喜欢哥哥照顾你吗？